的还是高到不行哦。对，这个球吴佩嘉拦下了球之后，在吴佩嘉的手上。陈杰宇接到球上篮得分，犹豫哦。嗯，而且我想这也是南山在针对到 U16做防守上的一个部分安排啊。是，陈佑伟切进去上。陈佑伟这个球预判的非常好，带球推进。面子上是缺乏、哦、他们在之前在自己的家里面哦。不过刚刚陈文讲到重点哦，是在自己家里哦，而且是很多就是本校的学生都进来球场观看哦，那个气势。有时候我们现在也看到南山他们的防守哦，在前几次的那个进球员最后交给了张振雅，刚好交给张振雅。拿球之后，王达过来，陈玉仁交到禁区，给陈文杰。陈玉仁那个状况的时候，常常都是。那西湖国中的学长，南山让吴佩嘉自己选择上篮哦，哇！不过这个球他是转进，做了准备。那当然，以泰山他们在去年的成就呢。前进去需要更果决一点。那如果说你一旦，如果说你用声音去妨碍对方投篮的话，叫你根本不晓得哪一只手才是他的冠。看起来色差是有了，我觉得他这个球应该是因为他也要够用心哦，才可以撑起这个位置。所以说今天看他在对 U16的表现上面是蛮有目共睹的。当然，哦，传给张振雅的时候球掉了。哇，这球韩建宇再把球员拿回来，一个拖动。